会佛陀的大慈悲，就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当咱祈求富贵，却毫无成效，犹原贫困如故，这是过去世当生的行为所致。因为咱过去无供养三宝，布施行善。咱应该将金器尽未来者供养三宝，清洁甲善家人。心上歹，常常遭受他人讥笑、轻视的时，咱应该了解，这是咱过去甲今生无建造佛塔、甲塑造佛像之故，如今果报回转自身。自今以后，咱应该为上师以及诸佛造像，并以赞叹，对他人爱经常保持亲切的态度，不再粗暴，笑面常开。无论咱如何压制、执着甲愤怒，犹原困扰咱的身心的时，这是咱过去想纵容我爱所致。咱不应该搁被使着我爱的态度所操纵，因为伊是所有邪烦的根源。自今以后，予咱彻底禁毒、自私、自利。
当咱的修行未当有所进展的时，这是因为咱以现在世、甲过去世中被害发心动机以及恶念所致，来去之轮的回转，自然无能为力。自今以后，咱所做一切善行，无应该存有任何思念，一切拢以利益众生为要，咱来回向一切功德，成就他人。试着努力修行，但在心灵上并无得到正面的影响，这是因为在过去和现在，咱都无积极去行善，或者完成人生的目标，只是迷醉于此生的物质利益，因此咱的心灵并无改变。自今以后，咱来下定决心，不被世俗利益所引诱，一心一意地修行。时常对同伴感觉到懊恼，或者是疑惑的时，是因为过去咱曾经表现得过于自负、甲自大，也是交友动机不良、巴结权势，如今果报回转自身所致。自今以后，予咱会当自觉行事，谨慎交友。Thank you.
出真挚的友谊，别人却是无悔的设计使咱吃亏，乃是咱较早对他人狂妄傲慢，如今果报回转自心所得。自今以后，予咱永不再自大、小欲、利足。所闻所讲拢是爱情所念的事，是因为过去世咱总是无视伊烦恼之源，盘记心中的种种妄念。自今以后，予咱会当观察爱念过烦，戒毒恶行。有时咱的善意只会招来他人的不快，同款即使善心的老师出于关心的责备，也会做到咱的万分。唔通因为对别人好，无得到感恩来送去，这是来去之轮的回转。做如是想，虽然众生皆是我的母亲，却因为互相无熟悉，而对因不近人情，所以现在我做着报应。即使被别人辱骂，
也要尊重对方。现在所受的苦恼，都是之前所做恶业的果报。过去，咱总是以恶意回报他人的慈悲。从今以后，咱应该更加谦虚接受他人的恩惠。在咱残存青天霹雳独心而来，这是咱被自己过去所做的恶行回转所害。一切皆是自作自受，个人的恶行需要自己去承担果报。自今以后，予咱永远小心省悟，莫做信用。咱今生遇到三恶道的痛苦，甲今生来世不幸，一切都是自作自受。如果无做恶业，便未对到恶道。
就犹如做经济者，后来为家己做的经济所想。做金以后，爱谨慎防止对立恶处之因，爱远离恶业，因为伊是一切痛苦之源。对厝内底生活感觉着困扰、烦恼的时，就参存细汉被疼惜的囡仔，大汉了后无听管教，小可的责骂，卖触犯因的嗔恨心，甚至想起杀害父母的念头，安尼苦难拢是来去之轮回转到咱的身上。自今以后，咱应该发起出离心，以脱离世俗生活，并且坚持境界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恭逢上悟下明长老圆寂十年，千霞山海明禅寺举办艺文创作奖活动，感念悟空长老谆谆教诲德泽，专弘观音法门，提倡大悲忏礼消灾障增福慧，慈悲喜舍度生，并祈祷新冠肺炎平息，邀大众以一亲近慈悲长者观音老人悟明老和尚，二新冠肺炎疫情的醒思与学习，三家的温馨或祥和社会为主题，以一征文，二歌曲创作，三绘画，四书法习作，
五影音视频来创作，组别如下：一、国小组；二、国中组；三、高中组；四、大专组；五、社会组。得奖作品提供奖金及奖状遗址。第一名一人，奖金3000元，奖状遗址；第二名一人，奖金2000元，奖状遗址；第三名一人，奖金1000元，奖状遗址。佳作3到5人，奖金500元，奖状遗址。收件日期即日起收件至110年8月8日截止，颁奖日期110年8月21日。投稿请邮寄、传真或 email。主办单位新北市树林千霞山海明禅寺，收件处238新北市树林区海明街22号，艺文创作奖筹备处收，电话02-2681-2839，02-2681-2839，传真02-2683-6039，02-2683-6039，收件信箱 mainkuang2013@yahoo.com.tw。YSYSCO@MS46.HiNet.net 相关资料请扫 QR Code 参考。华严专中学院研究所暨推广部招生中，凡有兴趣学习华严正信者，欢迎报名。报名申请入学资格：一、大学部正修生，高中以上；二、研究所正修生。大专含同等学历或佛学院高级部毕业者，台籍外籍学生及大陆法师兼收，现女众50岁以下，正信佛教徒。报名方式上网下载报名表，请务必注明姓名、地址、电话，并以 Word 及 PDF 档格式寄至 email 信箱 huayencollege@huayen.org.tw。或电洽教务处02-2341-4760，02-2341-4760，推广部02-2321-3319，02-2321-3319，地址台北市中正区暨南路2段44号。好甜，好柔软，这是应该给人家的感觉。